视频邀请了王牌局五十四杀，并且挑战过1000KD 的 CHY。接下来会解说我和他的团竞一 v 一单挑实况。鸣枪示意，准备就绪。那么比赛正式开始，我先是打一波体验枪啊，如果他要过来绑我的话，定是要吃一波子弹。对手也是非常谨慎，双方都处在一个僵持的状态下。那我就率先发起进攻啊，一波走位加秒蹲，降低子弹散射，成功拿下一血。开镜预瞄他可能出来的位置，听脚步啊，这波 CHY 抢夺的聪明度好成功。于是我打了一波预判枪，但是呢被击杀了。这波输就输在他的一个反向走位加秒蹲，躲避了我的爆头线，导致我直接空枪。这次他利用一个假走位骗了我一波体验枪，等我正准备满的时候，他又突然冲出来打了我个错手攻击。所谓风水轮流转，这次他的老位置想要故技重施，那我就骗他露出身位之后再反向走位。他又想从我的侧面进攻，那我就先发制人啊，预瞄点下在爆头线的位置，听到叮的一声打中头，立马是一个跳枪，不给对手逃跑的机会。这波换血，我认为我有优势，所以选择主动出击。这次有足够的把握击杀，所以不打爆头线啊，以防对手秒蹲夺子弹。没血了，前面走，火焰铁后，回个血。他见我血量不足，想对我进行压制啊，打了一波甜甜枪，有点凶啊，这个人。打中一枪，直接通，突然向右手，再向左手，假走位又录下了一波大招。同样的位置，继续吧。这一波跳枪，那我就左右横了。护甲不敢贸然进攻，他冲下来打了一波闪电枪，他一直在进行左压制。我想等他换子弹的时候冲出去，但没想到的是，他还继续用体验枪压制我。这波没反应过来他离我这么近，我应该先回掩体。打一波体验枪，一个假走位引诱他出击，我们成功再扳回一分。闪身枪下后，他一波血量，随后我选择直接干拉，但是这个秒蹲没有躲避爆头线啊，反而又投接了子弹。想不到他离我这么近。我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不开镜，因为不开镜走位会更加迅速和灵活，但这个距离子弹散射非常大，而我带了激光握把加上秒蹲的话，正好能弥补子弹散射大的缺点。他跳枪，那我继续左右横拉，正前方假走位，他想从侧面发起突袭，那我一个跳枪打他背身，他回手拜佛，那我继续左右横拉。我在上他在下，打一波体验枪，趁他快要射完的时候抓住机会，这波跟枪没跟好，属实惭愧。我看他同时冲，但他一个跳枪打乱了我的瞄准。哟，这个小伙子脱去了他品如的衣服，看来他已经按耐不住躁动的内心，想要投入我的怀抱了。走位，打爆头线。这波没什么好说，就是没打过。这时候直接打体验枪，我没有掩体，他一定会再出来打我。本期视频删减了双方各一个失误镜头，希望各位看官看得爽。那么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天天开心，诸事顺遂。我是你们的黑。